我是刚光影列车长，在109年4月5号，汽油站9:04。所拍摄是4024沿线康苏澳新的超值阿福号驱军快车，用731734在汽油站关闭车门。这台是52104，将北回线看花莲的加班 PP 自强号汽油发车。进了加班 PP 之墙，下一站瑞芳站。喂，对啊，他拉着一截西景环岛那边观光专车，哎，帅！哇，调度机拉着一截，特殊画面。拜拜。我想怎么会只拉着一截西景环岛那边观光专车？阿婆自强号，教会举光要教会举光教会微笑八堵站通过，就这样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